市长机要秘书板着脸走了进来，表情严肃的管家蹑手蹑脚地在他后面将门关上。马洛一面系着腰带，一面说道：“泽特，请随便坐吧。”泽特勉强咧开嘴角笑了笑，他选了一张很舒服的椅子，可是只坐在椅子的边缘，全身仍然紧绷。他说道：“如果你开门见山提出条件，我们就立刻进入正题。”“什么条件呢？”“你希望慢慢磨吗？那好吧，那我从头说起。比如说，你在克瑞尔到底做了些什么？你的报告并不完整。”“那报告我几个月前就交给你了，当时你很满意啊。”“是的。”瑟特若有所思地用一根手指搓着额头。“但是从那时开始，你的一切行动都饶有深意呀。马洛，我们对你正在进行的事知道不少。我们知道你正在兴建多少座工厂。你为什么急着做这件事呢？还有，你总共花了多少钱？而你现在住的这座宫殿……”他环顾四周，却没有带着任何欣赏的目光。“你在这座建筑上的花费，是我年薪的许许多多倍。此外，你摆的那些排场，你耗费巨资所摆的排场，是为了打进基地的上流社会吧？所以呢，除了证明你雇佣了许多高明的侦探，这还能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在一年之间财富暴增了许多，而这个事实又意味着很多的可能。比如说，你在克瑞尔的时候发生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儿。那些钱你究竟是从哪儿弄来的？”“亲爱的瑟特，你不会真的指望我告诉你吧？”“不会。”“我就知道你不会，所以我偏要告诉你，那些钱是直接来自克瑞尔领袖的金库。”瑟特不禁蒙眨眼睛。马洛微笑着继续说：“你一定会很遗憾，那些钱都是完全合法的。我是一名行商长，我和那位领袖做成了一笔交易，卖给了他一大批的事物，收取锻铁和铬铁矿作为代价。根据我和基地签订的苛刻契约，利润的50%归我所有。等到年底，好公民都要缴所得税的时候，我会将另外的一半缴交政府的。可在你的报告中，
并没有提到任何的贸易协议啊。可是也没有提到那天我的早餐吃了什么呀，或是我现在的情妇叫什么名字，或者其他任何不相干的细节。马洛的微笑化作了冷嘲。我被派到那里去，引用你自己的话，是要我把眼睛放亮一点，而我保证从未闭起来。你要我去调查失踪的极地的太空商船，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要我查出克瑞尔有没有核能，我在报告中已经提到领袖的贴身保镖配有合冲，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到其他的迹象。据我所知，我所看到的合冲是帝国的遗物，也许已经失效了，只是一种装饰而已。前面提到的这些我都是奉命行事，但是除此之外我始终保有自由之身呢。根据基地的法律，行商长可以尽量的去开发新的市场，从中取得一半的利润。你到底在反对什么呢？我实在是不明白呀。瑟特谨慎的将目光转移到了墙壁上，勉强压抑着怒意说：根据一般性的惯例，行商在推展贸易时还要宣教。我尊奉的是法律，而不是惯例。但有些时候，惯例的力量超过了法律。哦，那你去法院告我好了。瑟特扬起深陷在眼窝中的忧郁的眼珠。你毕竟是斯米尔诺人，规划基地并且接受基地的教育，似乎并不能让你脱胎换骨。注意听，并且试着搞清楚，这件事和金钱或者市场无关。伟大的哈里谢顿所发扬光大的那门科学，证明了未来的银河帝国要靠我们来建立。对这项神圣的使命，我们义无反顾，而我们所拥有的宗教是达成那个目标不可或缺的工具。利用这个宗教，当四王国有力量粉碎基地的时候，我们就能令他们臣服。这个宗教是控制其他世界最强而有力的手段，找不到比它更有效的办法了。我们发展贸易和奖励行商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能更迅速有效的宣教，以便保证我们输出的新科技体系都能在我们彻底而直接的控制之下。瑟特停下来缓一口气，马洛趁机轻声插嘴道：我知道这个理论，我完全了解。你了解？这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呀。那么，你当然应该明白，
你所做的事像是试图将贸易独立。大量生产没有价值、不能动摇经济体系的小东西，将我们的经济政策交到财神的手中，让核能和控制它的宗教脱离。你的这些行为等于全盘否定并终将推翻基地成功实施了一个世纪的政策。也是该推翻的时候了。马洛轻描淡写地说。因为这个政策已经过时了，变得危险又不可行。纵使你的宗教成功地控制了死亡国，银河外缘却鲜有其他的世界接受它。当我们取得死亡国的控制权时，曾有为数不少的人士流亡到其他的世界。银河在上，谁晓得他们会如何宣传这段历史呢？指控塞夫哈定利用教士制度和人民的迷信推翻了君主的地位，剥夺了君主的威权。倘若这还不足以说明，20年前的阿斯康事件是个更明显的例子。如今银河外缘的每一位统治者都宁死也不愿意让基地的教士入境。我认为不应该抢迫克瑞尔或者其他的任何世界接受我自己明知道他们不想要的东西。泽特，这是不对的。如果他们因为拥有核能而变得危险，那么我们靠贸易的关系和他们建立亲密的友谊，要比借助不可靠的宗教来控制他们好得多。因为后者依靠的是外来的神秘力量，无异于一种令人憎恨的霸权。一旦稍微呈现疲弱的趋势，它就会全面崩溃。最后，除了无止境的畏惧和恨意，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剩下。好好，说得非常好。那么回到我们原来的题目，你的条件是什么？你要得到什么好处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接受我的想法？你以为我会出卖自己的信仰吗？有何不可？你的本行不就是做买卖吗？那只是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你难道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赚的比现在更多吗？马洛一点也不动气。你可以保留利润的70%，而不是如今的50%。的确是很优惠的条件了。可是按照你的做法，贸易额会降到远低于我如今的1/10。你得提出更好的条件。你还能在市议会中获得一个席位。无论如何，
我都会当选的。你不帮忙，或者帮倒忙，都一样。斯特陡然捏紧了拳头。此外，你还能免除一场牢狱之灾，否则我可以让你坐20年的牢，把这项利益也考虑进去。这不算利益，但是你能拿什么罪名来威胁我呢？谋杀罪如何呀？谋杀什么人呢？谋杀一名为基地工作的安娜·克里昂的教士。真的吗？你又有什么证据呢？市场机要秘书将上身向前倾。马洛，我不是在虚张声势。调查取证的工作已经完成，我只要签署最后一份文件，基地控告行商长侯伯马洛的案件就能成立。你曾经遗弃一名基地公民，令他落在异邦暴民手中，遭受酷刑致死。马洛，你只有5秒钟的时间决定是否妥协。就我个人而言，我倒宁愿你不加理会，与其将你变成一名可疑的盟友，不如毁掉你这个敌人来得安全。马洛一本正经地说：“那我让你如愿吧。”好极了，斯特露出了狰狞的笑容。是市长要我试着和你先礼后兵，而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你也看得出来，我并没有努力地试图说服你。说完，他便转身开门离去。安克杰尔又走了进来，马洛随即抬起了头。他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吗？吉尔来回踱着步。自从我认识这条毒蛇以来，从未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啊。好，你的看法如何？我来告诉你吧，利用宗教取得支配权的对外政策是他脑袋中的顽固教条，可是我却认为他最终的目的并不在于宗教。我被赶出内阁也是因为驳斥这一点，这就不用我再多说了。不用了。那么根据你的想法，那些非宗教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杰尔转趋严肃。他并不笨，所以一定也看得出我们的宗教政策已经破产了。在过去的70年间，这个宗教几乎没有帮我们征服过任何世界。
他显然是想利用宗教达成自己的目的。任何的宗教出发点都是诉诸信仰和感情，如果将宗教当成武器，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这种武器不会反过来伤到自己。过去100年来，我们所发展的这些疑点和神话已经变得越来越神圣，越来越传统，而且越来越深植人心。就某方面而言，它已经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了。这怎么说？别停下来，我想知道你的想法。假设有一个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想要利用宗教来对付我们，而不是帮助我们。你是指瑟特？你猜对了，我说的就是他。听好，老兄，如果他能假借正统之名，动员基地所属诸行星上各级神职人员反抗基地，我们能否应付得了呢？他让自己成为那些虔诚信徒的领袖，就能发动一场战争来声讨异教徒。例如，以你作为代表，而最后他就有可能称王。总之，正如哈丁说的，合冲是很好的武器，可惜无法分辨敌我。马洛使劲的一拍赤裸的大腿。好吧，杰尔，把我送进市议会，我再好好的跟他斗。杰尔好一会儿不作声，然后若有深意地说：也许不行了。他刚才说，一名教士被人以私刑处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可能是真的吧？可以说是真的。马洛毫不在意地回答。杰尔吹了一声口哨。他有真凭实据吗？他应该有。马洛犹豫了一下，然后补充道：詹姆多尔从头到尾都在为他工作，不过他俩都不知道我早已察觉那件事情。多尔就是现场目击者。杰尔摇了摇头。哦，这就糟糕了。糟糕？有什么好糟糕的？根据基地的法律，那教士去那颗行星是非法的行为。他显然是被科瑞尔政府拿来当作诱饵，不论他是否出于自愿。基于常识，我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一种行动，而这个行动是100%合法的。假如他真要控告我，只会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杰尔再度摇了摇头。不对，
不对，马洛，你忽略了一点。我告诉过你，什么卑鄙的手段，他都使得出来。他并不是要将你定罪，他也知道没办法做到。但是，他真正的企图，是要破坏你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你听到他刚才说的，有些时候，惯例的力量超过法律。你自然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但是如果让群众知道你将一名教士丢给野蛮的暴民，那你的声望就泡汤了。群众会承认你所做的完全合法，甚至合理，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你却变成了一个懦弱的家伙，一个没有感情的野兽，一个铁石心肠的怪物。这样，你就永远不可能选得上市议员了。更糟的是，他们还能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取消你的公民权。这样，你的行商长资格也会丢了。你记得吧？你不是在基地土生土长的。想想看，这样能不能让瑟特满意啊？马洛紧紧地皱着眉。原来如此啊。小老弟，我会站在你这边，但我帮不了什么忙了。你已经是他们的头号眼珠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了。